下载泡面番 APP， 你喜欢的主播都在这儿。这首歌很甜哦，感觉到好值得，刚好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，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管最坏的结果，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避躲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飞球，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，只是照顾哪个女生一起慢慢变老，自从你说我这个怂货是你的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，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，而我傻傻只当你是朵玫瑰，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看我化身超人把他们击退，感觉到好炙热，刚好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，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了，脑袋全空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，如果天突然下起